三五。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支中山舞曲啊，《陇上行》。我们还是从舞蹈的顺序来开始分解。这个舞蹈呢，非常的简单，音乐呢也非常的活泼哈。从第一部分开始啊，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三、二、三、十四、二、三、十五、二、三、十六、二、三。背面，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三二三，十四二三，十五二三，十六二三。好，学习下一部分啊，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三二三十四二三十五二三十六二三。最后一个三拍呢，脚呢就不用垫步了啊，就直接要并脚，要停在这里，然后呢，还好呢，接下一个舞蹈动作。好，背面，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三二三十四二三十五二三十六二三。好，来学习下一组，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三二三十四二三十五二三十六二三。背面，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二、三、十、二、三。十一二三，十二二三，十三二三，十四二三，十五二三，十六二三。好，我们一起来学习间奏部分哈。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
背面。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结束动作呢，就非常的简单哈。结束动作，从前面的最后两个三拍开始，五、六、七、八，一、二、三，二、二、三，然后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七、二、三，八、二、三。好，这一支简单的中山舞曲的分解呢，到此就结束了，还希望您能喜欢，谢谢大家。